啊，你要去倒啊？啊，你无看诶，要钓鱼啊？今仔先莫去。嗯，啊是安怎啦？甲你问煞毋讲话，我甲人约好啊啦，无去无用诶啦。啊，若是要去哦，钓着会较紧倒来。嘿，奇怪咧，啊平常时啊你拢无咧睬我，啊是安怎今仔日管遮济？哼，飞弟哦，你较早回来就对了啦。好啦好啦，若钓到烤鱼吼，我马上回来。你过来啊，你魂不散哦你，嗯，要来到抢鱼啊？我看你今仔日哦运气也歹着，我唔免抢啦，凊彩钓就钓赢你啦。歹势，咱啊钓鱼无你靠运气，是我叫伊啊先卖来。新娘你加钓几尾啊啦？啊，我逐摆拢赢你吼，我足歹势。爱讲笑咯，鱼啊都毋是你饲的，讲哦，你叫伊来伊就来哦。我等你才知，我毋是叫伊卖来伊就卖来尔呢，我若叫伊加伊现加，若毋信哦，无咱搁比看卖，看谁钓较侪。唔通啦。我看你今日气势无好，卖勉强啦。那嘛好啊，啊气势甲钓鱼有关系，你卖对伊找理由啊啦。你若唔敢吼，算了。吼、哦，你搁讲到安尼，好啦，比赛开始，你个做裁判较公平了。好，来。鱼啊乖，吼、哦，听嘴，紧来夹。哦。钓啊吼！哦，即尾上无三斤。阿文啊，阿文啊，你是安怎啦？阿文啊，因为啊，赶紧敲电话叫救护车啦！因后生哦，在大理的慈济医院做医生啦。哦。阿文啊，你阿弟无？喂，医生。陈医师，那还要再做什么样的检查吗？再安排做全套血液检查，等报告出来再看看。好，那会诊肝胆胃肠科的医师吗？要，请他们有空过来看一下病人。好。天一啊，清晨爸晕倒了啦，你赶快过来急诊室一下。好好，知道。马上过去，我去一下急诊室，报告出来跟我说。你即马伫阮病院内底哦，好。陈医师，这是心电图报告，看起来像是急性的心肌梗塞。我现在去联络心脏科。
稳定下来了，应该是老毛病，心肌梗塞。现在就等心脏科的医生过来看了。不要担心了，既然发生了就面对吧。我先过去看看状况。陈主任，伯父的状况确定就是心肌梗塞，我建议先做心导管检查，那再看看情况是不是要做心脏血管支架脂肪术。就照你说的做吧。好，那我就先到心导管室做准备了。麻烦你了，客气什么，应该的。爸，我也行啦，天意嘛伫遮。你爱带伊检查心脏，莫烦恼，好好休困啦。通知大姐了没有？我跟大姐说了，大姐说她会再跟金月金生讲，而且还特别交代不要让妈知道，怕她会担心。陈医师，这是同意书，麻烦你签一下。父亲就麻烦你了，大家都是同事啊，还这么客气啊，更何况这还是我分内的工作呢。谢谢。妈，你别烦恼，我在这陪你。而且他们都在来的路上了。我回去工作了，等爸出来再通知我。我真正就烦恼的，早起的时阵，我看爸人明明够好好，是安怎会拥有什么心肌梗塞啊？爸本来就有心血管的疾病，还是伊天气变化更加大，本来更容易发作。爸，伊就是安尼啦，拢袂晓照顾家己的身体，规工就知影去钓鱼，唔知影咱家的时势，会替伊足烦恼的。啊，不过好佳哉，爸昏倒的时阵，边仔都有朋友伫咧，啊，紧送来病院，才无耽误时间呢。陈太太。我已经替陈主任的父亲装好心脏支架，现在生命迹象很稳定。不过这几天哈，还是要住在加护病房好好的观察，之后再看情形转到普通病房。谢谢，谢谢陈医师。哪里哪里。那安尼，我先去打电话给阿姊跟阿兄，卖有隐患哦。陈主任，我刚看过你父亲，目前状况一切稳定。辛苦你了，陈医师，谢谢。好啦，如果你真的要谢谢我的话，我最近这个头痛得很厉害啊，你找个时间帮我看看吧。
爸，我好想啊。你放心，无什么问题。我来听看卖哦。你先休困哦，就紧就当回去啊。你去加护病房看过爸了没？啊。嗯。那怎么样？爸醒了吗？醒过来了，只是体力还没恢复完全，不过生命迹象都很稳定。我本来还在担心放心脏血管支架会很危险。其实我很担心，怕治不好爸的病。你是神经外科，又不是心脏科。我们现在就只是病人家属而已，你不要想那么多嘛。嗯。下午送爸进心导管室的时候，我就在想，我都已经是个当医生的人了，还这么担心。那些病人家属不知道多紧张啊，所以啊，我们才要视病由亲啊。不只要视病由亲啊，当医生的真的要善待病人的家属。嗯。不过你想，我已经很幸运了耶。你去巡房的时候，还可以顺便叫病房看一把。来啦。春华，怎么还不睡啊？爸，你们在聊什么？我们啊，在聊阿公生病的事啊。阿公哪里不舒服？阿公这里不舒服。那阿公会痛吗？阿公有打针吃药啊，不会痛啊。我可以送阿公礼物吗？什么礼物？我会唱小蜜蜂。我想唱给阿公听，这样他就不会痛了。这么厉害啊！好啦，都几点了还不睡觉，多睡一点才长得高。去，快点，来，走，来，走。没事了，我去医院看一下爸。爸怎么了？你不要担心了，我是想说我这边翻来覆去也睡不着，干脆去医院看他好了。你先打个电话去给 ICU 问问看嘛，如果没有什么事情的话，你就先不要过去啦。你都没有休息到哎。我还是亲自去看看他好了。你再多睡一点，明天我还要起床，到看，没时间去陪他，你帮我照顾他。那你去看完没什么事的话，叫我来休息一下，好。好，等你休息吧。陈医师，
刚陈志伟医师已经来看过了，他说一切都稳定。陈医师，你不用担心。辛苦你们。陈医师，这椅子给你坐。那我先去忙其他的病人了。